二开始。我很紧张。二三四。直接一命中我是不是？对，可能就五了。对啊。刚才有三的呢。对啊，直接好狠哦。有 pass 吧？有。不会啦，潘呐、啊，他就抓你心理战，真的啦，我们同一队的。你知道他马上喊二三四，这种心理概念就是不是很远，就是已经到你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会分析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要回转你了。你哥哈，太快了，对啊，五六，跟你讲嘛。那我应该相信你，现在完全操在他手里啦。对啊，他早就设定好你会用这一张了。你要用一个，他又别出来，你就喊七八九。你今天那么 lucky， 怎么可能？他就赌你会喊一个。心理是好的吗？你是对我好的吗？在旁边看人，我刚刚不应该误会你，我心机太重了。好了，七八九。你看，我就叫你喊七八九。我也应该相信你的。八九是不是？十了啊，翻过来，好啦，十，耶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已经过半了耶，完全不要搞混了，是，不要搞混了，高招哎，我霸气，霸气姐在江湖走跳，十三是不是？啊，我不怕你了，十四、十五，呀，怎么，僵了呀，僵了，十一。霸气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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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？你还不是三就四嘛，很简单啊。出来。我今天特别穿的牛仔裤，要不要打？牛仔裤，对对对对。我都牛仔裤，你放下不会痛。这金龙，金龙，金龙，两把。那金龙打，金龙打吗？我先，那我先。他打不好，我打。好好。对啊，打先打屁股，屁股。我可以看吗？屁股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，对，屁股要翘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！你是霸气姐，你要有霸气姐，徐俊杰。打的时候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好，我会跟你讲。至少讲霸气姐啦。我刚刚有讲哎，我们同一队啊，我要打，我打的时候我一定会讲啊。屁股要跳高，是不是？安全裤应该多穿几条的。你先关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跟打的时候跟我讲。你看的节目在录。乱讲，来，来吧，打到，哎，介绍，海哥，你可以打到我最有肉的地方吗？我打到你最厚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介绍一下戏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介绍，我边讲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赶快打广告宣传。啊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。感觉，因为你第一次，你要跟我们形容一下，对，形容一下，想问一下，有点开花的感觉，好开花，好热哦，好热，好热，你知道，对，被那个藤条顺过的时候很热，那种感觉，不会，坐，还有哦，脚底板，脚底板，我刚刚赢了那么多次，没有一点那个，没有，你们又不是累积点数，我都不想打，问题是你们都下不了手，一只脚还是两只脚，一只，怎么平常在家台下，我也在看节目啊。你会一二三吗？不要一直撒娇。你要一二三，我是霸气姐。不要说，不要说。打了吗？抓痕呢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很夸张。乱讲。很痛。麻不麻？麻不麻？麻。麻吗？麻麻的啦。麻真的。麻就对了。麻，你的症状就是对的。不是延续好久。延续好久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不怕冷了？我是不方便解释。解释好久是对的，对，但是断断续续才有问题。苏麻，是不是？苏麻不是这个感觉。